记者刘怡婷综合报道，南韩女神 DJ SODA 因为拥有韩星等级甜美外貌、魔鬼身材，在网络上拥有超高人气，甚至还曾被外界形容是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。她私底下穿搭风格大胆，平时也常在社群网站分享一系列大尺度辣照，近来放送福利，晒出在海边穿比基尼的影片，一弯腰更是掀起网友暴动，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DJ SODA 拥有甜美外形及火辣身材，常在社群网站分享一系列辣照图，翻摄自 DJ SODA 的 Insta 粉。在泰国参加完泼水节后， DJ SODA 近来现踪新加坡，除了在当地著名地标鱼尾狮公园梅恩帕克打卡，也开心 PO 出穿着比基尼在海边玩水的影片。画面中他穿着粉色比基尼，整个人跪坐在沙滩上，露出甜美笑容，享受美景及清凉的海水。然而泳装布料几乎快包不住她的傲人双峰，对着镜头一弯腰，半球瞬间溢出，被看光，性感指数直破表。 DJ SODA 近来现身新加坡打卡图，翻摄自 DJ SODA 的 Insta 本。 DJ SODA 海边解放比基尼一弯腰，北半球形状全露图，翻摄自 DJ SODA 的 Insta 本。更引人注意的是， DJ SODA 接着微微起身，转身背对镜头望向海浪，虽然依旧维持跪姿，不过下秒膝盖一滑，整个人不小心往前滑倒，随之晃动的丰满上围更顿时成为众人关注焦点，吸引大票网友鼻血直流，纷纷狂喊太犯规。此外，该影片 PO 网短短约一个小时后便吸引近十万观看次数，便显见女神的超高人气，意外掀起一阵热议。 DJ SODA 微微起身图，翻摄自 DJ SODA 的 Insta 本。 DJ SODA 不小心滑倒图，翻摄自 DJ SODA 的 Insta 本。 DJ SODA 海边解放比基尼影片取自 DJ SODA 的 Insta 本，如遭删除请见谅。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